天可以拍你的纪录片吗？再次启动去杭州。由于素材库告急，节目组一行来到了杭州，直接在当地寻找主人公。经历多番波折后，终于找到并拍摄了第一位主人公，来自日本的拳击教练。睡着了，这里不是早餐。Hello， 你是俄罗斯人吗？老板是俄罗斯人。啊，老板是俄罗斯人。你是他老公吗？嗯，对。那你就是老板呀？他不是老板。你是哪里人？我是中东。中东。沙特阿拉伯。哦、Saudi Arabia。Yes。哦，我们现在在拍旅游节目。拍外国人的纪录片。你叫他微信，你可以跟他说话啊。是这个吗？啊，是的。嗯。先等等等。好好，那我们走吧。谢谢谢谢。没钱。好。拜拜。回到酒店还没休息，大家就收到了亮叔的紧急召唤。好直接，你不是让我们来一个房间吗？不是，哎，别拍我的私人生活。那个又来，又来了几个消息，想听吗？好消息吗？想不想听？好不好？我还没说。那么矫情啊，随便吧。那个贝贝，北京。他不在杭州。嗯，他只是在杭州做直播的。过几天后回来。好难啊。现在是一个交通发达、人口流动激烈的时代，一个人为什么要生活在那块土地，一定有着很深层的理由。事情出现了转机，亮叔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给我们介绍了一位来自立陶宛的主人公。那个，我们现在去见那个立陶宛，立陶宛，立陶宛的那个美女，大家知道在哪？那个国家在哪吗？立陶宛是在波兰的旁边。鼓掌，鼓掌，鼓掌。刚才百度了，万能的百度。是他吧？应该是他吧。Hello。こんにちは。え、日本語できるの？你会说日语吗？哦、我以为你会说日语呢。会说中文。啊，会说中文是吧？还会说立陶宛语。啊，立陶宛语。你好，怎么说 ？Labas。Labas。非常好。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一米。你多高啊？我是1.8米。一米八？哦，嗯，站起来，站起来。我这样吗？对对对。味道怎么样？这个应该要放点醋什么的。不要， 直接吃吗？就是很清新的味道。哦，很淡。没有，好吃。是吗？好吃吗？对，有点咸的。我希望杭州仔，因为我觉得咱们有自然的味道。哦。我们在欧洲也比较喜欢自然的味道，不要放很多东西呢。立陶宛什么样的国家？是很小的国家，300万人。你看我的粉丝196万，厉害吗？半个立陶宛。对，半个立陶宛。立陶宛位于波罗的海东岸，与北方的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并称为波罗的海三国，
与中国时差6个小时。立陶宛最有名的是什么？篮球。那立陶宛最有名的人是谁？萨博尼斯。因为所有的人在中国认识他。立陶宛篮球为什么这么厉害？因为人高。那立陶宛最美的地方在哪？Nida是海边的一个很漂亮的地方。立陶宛最好吃的是什么？土豆。因为我很想吃猪肉。立陶宛夏天热吗？还好，不是很热，大概25-27这样。这天我们来到伊夫在杭州租的房子。好热。大家好，我今天来到伊夫的家，他今天给我们准备立陶宛菜，我们来先吃的，对吧？哦哈喽哈喽，公交公交，要脱鞋吧？因为是公共的，公共的，所以你来这里，我没脱鞋。这个你自己买的？这个朋友寄给我，你说了特别小，不小啊，够啊，够了，很舒服，一个人够了，挺大的。这些书你看懂吗？不太看吧，就看看。看不懂，你看这么多 dust， 不要拍。肯定要拍，很多灰。坏人。你喜欢这些中国传统文化是吧？是的，我非常喜欢中国和亚洲的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喜欢传统文化的伊夫，家里放满了手工艺品。这个是我朋友手工送给我的。立陶宛语漂亮怎么说？gražu， 或者你可以说很好看，就是 labai gražu。gražu， labai gražu。这个是很老的一本书，这是爸爸给我的。哦，就是还没看完，是很老的那种。这是立陶宛语吗？对吧？是的，是立陶宛语。看不懂。准备好了吗？jos buvo ramas, šiek tiek atsiblaususios nuo snaudulio. Tada pasteras pagaliau ryžosi pažvelgti į lovytės galvų galį. Berniukas ramiai sau miegojo. Oh. 听得懂吗？完全听不懂。伊夫要做一道立陶宛传统料理给节目组尝尝，把土豆磨成泥，加上洋葱、牛奶、培根，搅匀后放入烤箱烤制1小时，这道立陶宛家庭料理库格勒斯就完成了。你会不会打开？你不会？我会，我要让你打开。应该可以吧？对，没有面子。哇哦，好香！库格勒斯的制作方法比较费时，就连伊夫也好久没吃这道立陶宛家常菜了。因为你们在中国、日本喜欢用酱油，酱油对，酱油喜欢酱油，那我们非常喜欢酸奶油。嗯，怎么样？我是所以我非常吃的东西吗？好吃。中饭吃的比较多，因为它有可能有点重。如果你比如说晚上吃的话，一般中国人也是吃晚饭比较早，比如说6点，然后6点以后，饭后百步走，活过99，对吧？听不懂，听过吗？怎么好啊？这样都可以。伊夫的父母都生活在立陶宛，他一般跟家人只能通过视频见面。拍摄当天正好是伊夫妈妈的生日。Hello.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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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亚波纳斯，亚波纳斯，亚波纳斯，我是他的男朋友。我不翻译的，天真。今天是那个妈妈的生日吧？啊、嗯，对。Happy birthday！ Happy. 那个妈妈有没有担心女儿一个人在中国？不担心，我在说为什么？为什么要担心？有很多人，也不是一个人，但是我会想他。爸爸，那妈妈第一次听到女儿要去中国这个想法的时候，觉得怎么样？他要，他说不要去，嗯，很远。嗯，那如果女儿，跟中国人结婚的话，你可以。可以允许吗？咋说没关系，主要是住在立陶宛就好。主要是一起住在立陶宛就可以，就希望。2012年，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毕业后，并留在英国工作的伊夫，收到在杭州留学的朋友邀请，来杭州旅游，那是他第一次来中国。立陶宛也有这种湖吗？有，有，就是很多，有很多湖，对，很多湖和森林、山。山没有啊，山没有啊，是吗？很那种平的一个国家哦，最高的山是282米啊，好平地啊，那都是森林的感觉。森林对，很多树什么的，还有很多湖哦，对。所以我一般不担心，因为每次他们过来就是拍自拍，拍自拍、哦，经常有很多老外，老外，你这样啊，老外，就是很舒服，外国人稍微好一点点，啊、就是不太喜欢老外，特别是小孩子，小孩子，老外。我跟大门相说，我这边待了这么多年，应该比你本地。不要老外，不要叫我老外。你在中国看过的迷惑行为是什么？就是我发现了，就是怎么了？中国人就是认识的时候，他们会哦，今天拉肚子，然后哦，今天没有便便，然后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为什么呀？我不想知道。经常有，真的。立陶宛人不说，当然不会说。你可以说我不舒服，然后这样我就知道你有可能肚子不舒服的嘛。但是我不想知道你辣还是细还是什么。真的。亮叔带着喜欢传统文化的伊夫去见一位神秘的朋友。我的邻居看到我了，好奇怪，你能吃几个？就可以吃吗？哈密瓜，啊，哈密瓜，谢谢。哇，有烟吗？怎么？烟，对，不抽。不是，盐。为什么？放盐的。要放盐？对啊。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日本人就这样吃的。Oh my god！ 你不知道吗？你 sure？ 你确定吗？确定的。这伤口上撒盐了。你看到衣服的表情没？我的妈！看不懂 ，Oh my god！ 好吧，我也要试试。你吃这么开心？少一点，一点点。现在跨洋没我们好吃吗？No。我觉得没必要。没必要。太完美了，感觉怎么可能？我觉得已经如果有手臂，就是画已经这么难，然后你又这种山，比如说你画一条线，这样画是画不了一条线的，必须还得这样再插一笔这边，哇，然后这边再给它。然后像这种眼睛啊细节的地方，我会用借助这个工具调整比较这种地方，必须要非常耐心。是，我也想去。
哦，啊，原来如此。亮叔究竟画了什么呢？下集揭晓。好，我是朱内亮。ブージームーン YouTube チャンネルの会員がついに始まりました。料金はね、1ヶ月290円。めっちゃ安いよ。カラオケ行くより安いです。それで会員になると、いつもより長いバージョンが見れて、さらに会員ならではの特典がたくさんあるらしいです。例えば、俺のサインとか、いるかいらねえか分かんないけど。まあ、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けど、まあいいや。とりあえず、一ジャルは。我是认真的不能理解你的穿衣品味。挺好看的。香气你懂吗？这是胶皮靴。不可能。真的。我不信。真的。所有衣服都胶皮靴。那如果他说的是的，怎么你觉得怎么样？那你们赌吧。我不可，我觉得不是。你跟中国人谈过恋爱吗？有啊。中国男朋友和立陶宛男朋友有什么差别？对，中国男生。我们在 YouTube 新开设了会员频道。打开何之梦官方频道主页，点击加入，每月仅需290日元，即可享受我助会员加长版视频以及专属福利，快来加入吧！